看娇莱阿妈发威，给主持人巴掌自宫喽！团团，后面有新进来啊！看吸金大法，阿斌和莎莎竟然假戏真做 ！Go！异国想宴，土耳其烤全羊，它的价值呢高达4500块钱，一整套的豪华土耳其烤全羊大餐。土耳其美传特别计划，敬请期待。盖洛兵团，今夜谁买单？哇塞，今天来到这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一定邀请最特别的特别来宾。是的，让我们有声欢迎我们的娇莱阿嬷、傅天盈、莎莎公主。娇莱嘛，因为娇莱嘛算是宰爹的，对啊，台中人，台中人，台中人。阿妈，你们来过这个地方？不办啦。哎呀，阿姆在讲今天你要来教我中华语啊。他们讲要来讲迄个土耳其啊。土耳其，哎呦，你有去过土耳其无？唔办，等下吃看卖啊。我们是没来过，固定也没来过。对啊，可是我知道台中有一个金明一街，那可是我今天。来到这边之后，我真的觉得这里很漂亮，非常的特色。我跟你讲，这附近每一条街真的，对每一条街的餐厅都很有特色。对，而且它这边很像国外的感觉，像新加坡。你看后面就一桌外国客人啊。对，真的。沙公主嘞，有来过吗？没有来过，来之前我还迷路，因为这边有一点难。迷路？有点难找。可是来这边之后，就会觉得，哎，每一家店都好厉害的感觉。对啊，就很漂亮，就有异国气氛。而且我跟你讲，整条街里面最特别就属这一家了，土耳其料理。对啊。对，没去过土耳其，至少要吃这种土耳其菜。对。这个娇莱阿嬷呢，是这里的宰爹。对。所以说呢，尽地主之谊，有可能是阿嬷付钱哦。你看我腰，很好吃水。哎话说位于中东的土耳其，对国人来说是个不算陌生的国家。过去你可能听过西洋历史故事中赫赫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屠城记里那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也一定曾经看过浪漫妩媚风情万种的土耳其肚皮舞，更吃过口感独特滑润浓稠的土耳其冰淇淋。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吃过由土耳其主厨所烹煮的道地土耳其风味料理吗？是的，今天盖库兵团将带你来到的就是位于台中声名远播的土耳其风味料理名店。哇，光是户外这个小型庭院就充满浓浓的中东情怀，一踏入门就可以欣赏到充满土耳其风味的窗，各种的吊挂式的纱帘毛毯，还有色彩斑斓的玻璃吊灯，哇，是不是很有异国风情呢？话不多说，现在就跟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经过可兰经加持的土耳其美食吧。好，欢迎各位来宾呢来到我们台中地区哦，唯一的一间以土耳其餐厅为特色，然后以中东的这个餐饮呢为特色的一个主题的餐厅哦。听说它的这个肉品跟它的这个食材都经过可兰经所加持过的。哎，开玩笑。
让大家可以吃到非常非常道地的这个中东的餐饮哦。对。不过呢，当然今天我相信在这么一个具有异国风情的气氛之下呢，大家用餐应该会特别愉快。没错没错。当然，在今天呢，也要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餐厅的老板哦，欢迎我们的施逸臣施先生，欢迎我们老板施先生，欢迎。哇，这位店长施逸臣年纪轻轻就已经开设数家餐厅，还在旅居土耳其研习当地的料理，不知道他会推出什么令人期待的菜色呢？不过呢，当然还是依照我们的这个游戏惯例的规则哈，还是要来检查一下各位今天的这个身上所带的现金到底够不够。为了避免大家有这种吃霸王餐或是抱着蓄意赊账的这样的一个恶劣行为，是，所以要由我们的这个施先生呢来帮大家这个检查一下，到底今天现金带的够不够。好，那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傅天颖，来带了有多少的现金在身上？最多了。几千，四百块。哦，看看一千四。对，没关系啦，今天的限定金额不知道是多少，但是呢，也不一定是你付钱，所以说你就不要紧张，好不好？一千四。好。那我最多再压个身份证吧。压身份证可能你老公会来救你啊。好了，接下来换我们的焦来骂，看一下焦来骂今天带来多少现金身上。哇塞！焦来寄来哇。谁受得了这个？一万块，不行。这南山呢？南山，南山呢？这南山呢？南山咖啡，几万？几万？一万块，一万块，刚好。不搞不搞，哎，叫来机有没有？这才叫做。我大中人，那要紧。我阿弟家，我再来看到没人，我会上。哎呦！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莎莎，莎莎带了多少钱在身上？莎莎公主。一二三四五六七，还嫌少对不对？七百，颜色不太对，什么红色？我有。哎，为什么每一个来宾都要用这个梗？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你们很喜欢用卡能的梗？哎，小鬼，你不用光只会说人家卡能了，我看你也没有每一次都表现得很阔气嘛。嗯，在检查完两位主持人的钱包，确定大家都有做好买单的准备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限定金额是多少喽。好，那现在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土耳其的中东餐厅，到底我们的限定金额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哇，爱上伊斯兰土耳其风味餐，一千块的限定金额。哦，便宜了哈。哎呀，计量几千吗？计量几千吗？哎，我说真的，一千块才是最难的一个数目。因为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土耳其，对，当然也没有吃过土耳其料理，所以不晓得一根羊腿到底是多少钱。对啊，懂我意思吗？好，那现在呢，开始呢，进行我们第一回合的点菜程序，请开始。好。嗯，好好吃啊！哇哦，你没有看过这些食物长什么样，对啊，看到图片就流口水，真的。重点是这个名字，我们也有点搞不太清楚，对，很有想法。画龙点睛，就喜欢拉掉。像是卡瓦。是啊，大家都没有吃过土耳其料理，光是稀奇古怪的菜名就叫人不五撒撒喽。我们也跟着看一下，今天菜单里的菜色有克巴、卡瓦、土耳其披萨，以及各式土耳其甜点、饮料等。过来看看大家会选些什么奇特的菜色吧。好，不过现在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傅天颖，你想要点的第一道料理是什么呢？来个综合披萨。综合披萨，哎呀，土耳其也有披萨。对啊，吃一点特别的嘛。特别哦。那我要点个特别一点，综合披萨。对，你不要有奶便是娘，我在那点什么你就跟着点什么。我还没讲完，不要有奶便是娘嘛，对，我干嘛呢？妈，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跟着他，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披萨一定特别的好吃。不然你直接怪怪的，讲话特别柔哦。对不起，小哥，有没有觉得我长得有点像？像我儿子。我打！有点像，曾志祥。对对对，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不要当众挑逗陈嫂，你完蛋了你！我跟你好了好了好了，开玩笑。等一下，我刚刚讲错了，是综合披萨。披萨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在装，有在装可爱的意思。那小鬼，我也是综合披萨。我不是一样。我刚刚都一样。我要点一个综合披萨。上来嘛，你想要点什么菜？我唯一的美食哦。西式烤鸡，哎呀，我西式烤鸡啊，咬我们家的，咬我们家的，你想嘛？哎呦，咬习惯了，啊，那
一直上呀，要上。正正，点点，切。好，下面是烤鸡了哦。你想点的第一道到底是什么？那我来一个烤飞蹄牛。好，那第六题是莎莎，想点什么菜？很厉害的，鲜虾吉维奇。哦。有没有？围棋都听不懂哎。感觉是围棋，就下棋的感觉。他说他其实做方块这样子。鲜虾吉维奇。没有菜名很特别，但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好，那现在就请我们的师傅上菜，请上菜。哎呦，这个综合披萨跟披萨可是大不同呢。披萨上头的馅料是将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而传统的土耳其披萨却是层层分明，口感更丰富哦。这综合披萨真是料多味美呀，有牛肉口味、香浓的 cheese、滑蛋，以及爽口健康的蔬菜。每一口都是扎实的馅料以及香软的饼皮，绝对会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夹味刷嘴哦！赶快来试试看，它跟披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吧！好特别，这个是荷包蛋哎，这边是什么肉？Muscle，那边话是牛肉，对吧？牛肉，哦，这是牛肉，那中间的部分，中间的蛋吗 ？Cheese 跟蛋 ，Cheese 蛋，哇，这样子，旁边就是蔬菜类，对不对？哦，最后，那我应该要特别，这是糖吗？盐，再加盐啊，撒在 Cheese 的部分，就没有咸味吗？一点点就好了，盐嘛，来来。cheese 蛋呢？什么味道？怎么样？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好香哦！我本来就很爱吃 cheese， 哇，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哈、哦。味道怎么样？很香，而且它外面虽然是硬，感觉是像皮硬硬的，可是里面很软，很轻，感觉绵绵的这样。要流血了，外面送啊！真的，我帮你卷一个。表情吧，哎，好看嘞，表情嘛嘞，什么味道？什么味道？看呐，怎样？很浓郁哦，奶香味啊，浓郁啦，很浓郁啊，那小朋友，很浓郁哦，那个香味。讲较轻诶啦，啥物浓郁啦？用较轻诶，轻诶啦，讲轻着迄个浓郁，你靠伊。哎，卖什么？卖什么？料子度啊？不是啦，你安尼对无？讲较明诶对吧？是我家己食，我就知影。哦，你食就知影。你喜欢讲吗？要讲的明白一点啊，就是很香，咬下去软软的，然后香味就这样散开来到鼻子这里。哇，黏黏的，非常香啊！然后这是 cheese 的部分，我们要吃看看肉的部分，好不好？这个肉是用牛肉嘛，对不对？对，用牛肉的部分。这马杜家有讲的，有那个红香酒，太贵。对，不是啊，荷兰竟然红香酒，红香酒，红香酒，那是红香梅啊，不是啊，荷兰精啊，那是荷兰精没讲的啦，刚刚是人家讲。你要先喝一口水，先把刚刚的味道，水的味道怎么样？哦，这个水啊，哎，叫你讲综合披萨，来，披萨披萨，吃了哦。哇，挤出来了，是流血，好浪费哦。哎，你爱吃这型的啊，够歹看。嗯。好吃吗？那个夹个那个边啊出来，我拍过，什么都好吃，安尼足好吃。哪会？那个大嘴的，口感跟刚刚那个起司比较不一样，这个味道都比较重一点点。好吃。肉的感觉。可是听过可南京的肉啊，吃起来感觉异常，吃起来有那种升华的。有吗？没有升华，夹来也滑。哎呀，那种很升华。沙公主，你可跟他交换位？啥呀？哎，你无大无小哩，怎样呢？莫坐大位，你莫。是你牛肉哦，你拢讲迄个人听无？你爱讲那个说吃了会很嗨呀呢？很嗨哟！对，很嗨。大概知道他想要的是怎么样？
怎么样？对啊，白云哥的那种形容方法，就那种痛，那种痛掉给他就好，吃进去有一种喘不住的小精灵的感觉。对不对？阿南，对哎。嗯。看那个披萨，披萨的皮好薄哦。那今晚这锅安怎？你点这道菜呢？就有肉的，有肉有菜，然后又有甜点在中间，所以说整个那种在捏哦，在捏哦，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就是。啊，你食咸食甜会生臭脸吧？没啦。那食物件不会臭脸吧？是啊，那讲安尼真卡讲袂安尼，一份食甜，啊你做应该这两片食中，你食中安尼你会生臭脸。没啦，我才没乱讲话。好，不过吃到这边呢，想要先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傅建颖，你认为这一整个综合披萨，哈，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呢？大概差不多278块。你觉得这道应该要300？这料多实在的综合披萨，傅建颖跟小鬼的预估金额分别是278和350元，而实际金额是290元哦。350，350块。够了。350。要收啊！这假要生啊！假要生，三百块，多少年啊？多少年？好，好，最好吃呢，公公你。好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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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道由阿边所点的烤飞蹄牛是中东式的肉饼，先将新鲜的牛肉捏成肉饼状，再腌制特制的独家酱汁，并简单加以炭烤就可以上桌喽。嗯，一上桌就闻到肉饼独特的香味，鲜嫩的肉汁，多汁的口感，再沾上独特的酱料，绝对让你无法抗拒哦。烤飞蹄牛的滋味有多么让人惊艳呢？你千万不能错过哦！土耳其道地美食，好吃的令焦莱阿玛翻白眼。焦莱阿玛发威，给主持人巴掌伺候。看到朋友心结了，异国飨宴，土耳其烤全羊。它的价值呢高达4500块钱，一整套的豪华土耳其烤全羊大餐。土耳其美传特别企划广告之后隆重登场。我的，阿飞所点的烤飞蹄牛，哇，香哦，好香哦，这个感觉好好吃哦。我先吃一块原味的，好了，好不好？好妙哦，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哇，哎，这狮子头，你吸了？哇，好香哦，好香哦。哎，没问东问西，真像山丫头哎，不是啊，你们山丫头吗？没有，他的做法很妙，他这个牛肉很特别。老板，这是用什么牛肉下去做？用沙朗，沙朗跟菲力混合在一起，哇，拿去做绞肉啊！哇，高级货！哎，嘿，沙朗是东的嘞！沙朗果然跟我们不一样，咱是老板有分沙朗干，沙朗干石头，不是沙朗干。加人家菲力，哦，应该人最会做咖吧？哎，无讲啦，做肉蛇呢。想功夫都用沙朗石。哎，好妙哦！对啊，那口味很妙，而且它里面有加一些特别香料，对不对？对。那个是什么香料？那是我们从中东进口进来的香料，直接进进来有茴香，还有等等一些辣椒，中东那边辣椒。光是不沾酱料吃就很好吃，真的哈。就先吃新鲜的感觉，现在沾这个酱，这个酱是酱，看一下是什么味道。应该是甜甜酸酸的感觉，香哦！哇哦！哇哦！
看起来好扎实。请我们的寿司达人为我们说几句话。快点啦！怎么样？这寿司啊，至少有五样东西在里面。哪五样？哪五样？第一样。第一样。辣椒。真的好香哦！哪五样？讲不出来哎。哪五样啦？哪五样？老板，这到底有哪五样香料在里面？还有以番茄酱为主底，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些香料，有胡椒等等的。我刚好五样。对，番茄为底，刚好五样。番茄为底，香料、胡椒等等，等等，刚好两样。真的。你光是这些配料的味道啊，哦，那个塔塔酱啊，你可以随便怎么加酱吃，好棒啊！太正了，我跟你讲，你来加点，你先炒炒两把。我这边，这边，我这边，莫你加鬼，哈哈哈哈哈，莫你加鬼，很好吃。很好吃哇！这边要请问一下这个阿Ben哦，你认为这道的这个烤飞蹄牛，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飞蹄牛哎，这个菲力加上沙朗，这个两千贵。哎呀，那沙朗几栋哎？280块。这道使用两种牛肉做成的烤飞蹄牛，阿Ben的预估金额是28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260元哦。这道由莎莎所点的鲜虾吉维奇是土耳其的炖锅料理哦，利用当地产制的陶锅装成食材，在烤箱上烤个10分钟，让所有的材料都能够入味。哇，你看那金黄香浓的 cheese 包裹着弹牙的鲜虾，再加上爽口的蔬菜作为搭配，保证是不油不腻，绝对美味哦。加几维奇，好好吃，而且这个是女生最喜欢吃 cheese， 你知道吗？对啊，而且这个是会弹吸的那种哎。把它拉起来看看，哇塞，哇，真的有虾，哇，哇，叫来阿木工，哇，饼，虾子超多，一堆虾哎，好香，我先吃哦。你丢掉了，搞不掉呢，你好厉害哦！它跟平常不一样，平常可能是 cheese 加虾子，就是那种披萨的味道。它还有加一种很特殊的香料，我觉得很下饭的感觉。很下饭，就是刚刚老板讲的那个土耳其特殊的香料。而且它的虾子很 Q， 虾子好 Q 哦。五七啦，哎呦，很老海啦，很老海。然后还有辣辣的，爱配这不，爱配这不，爱配会崩不？那是会使，我觉得我们总是要敬老尊贤。将来阿妈你要吃无？我吃。莫，嫁落要。起风，哎呀，吃了会起风。吃了会必备球，嘿，别使。而且女生要多吃虾子。真的吗？这样胸部才会长大。真的吗？那你不要再吃了。我以为你在跟我讲。所以你吃完会像陈太太这样子吗？可能会暴露。吃啦。OK 了，它里面整盘都是虾子吗？嗯，整盘都是虾子，所以它香味就是特殊的。哇，虾子，哇，虾子，真的好多，好满满的。你会分我一只？人家平常都是虾子放最上面给人家看的。你这不会工作哎？要死！莎莎，哎，那个莎莎。虾子太多了，莎莎，你吃个东西都忘了人味，对，还有吃一个嘛，没有办法，因为你胸部要炸出来。木兰八色。好，这边请问莎莎，你认为这一道的鲜虾吉维奇，它的预想金额大概是多少？320。这道香浓可口的鲜虾吉维奇，莎莎的预估金额是32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290元哦。哎，我感觉唔对嘞。安娜，谁人恁少年的就先来？我欺负你啊！甲你欺负啊！我即摆是啥物意思啊？阮坐高位。啊，讲个啥物话？无啦，无啦，唔是啦，即摆你来啊！哎，我是西施，西施个啥物啊？好，哎，明天快点，好，请我的师傅上菜。
这道由无名所点的西施烤肉，是先将鸡肉用橄榄油、香料、番茄和优格腌泡一天之后才能够进行料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快跟着娇兰阿妈一起尝尝看喽！哎呦，哎呦，谁西哦？哎，这把无共嘞，再食过麦哦。粉粉的，这无共，这把还无共。哇，哦，这重口味的呢。点点啦，我家己也要吃啦。赞，啊，你也甲我讲哦，你也甲我讲哦。食到暗时睏袂去，食到变变叫，看电视看到第二天。哇！哦，好 sexy 呢！哦，升天升天！飞鸟飞鸟飞鸟！翻白眼翻白眼！心脏飞过山哦，有飞过山哦，有。嗯嗯，安怎？安怎？俺着讲。啥物事啦？俺着讲啊！你拄仔伫嫌俺袂晓讲。好大力哦！我叫嘉瑞，你还是叫我拢讲，你讲一句正常嘛，靠呀！你讲我什么话？好，你都向人苗讲，你想一下，你想一下，这是什么口味？吃落是什么款？你味怎样？好吃不？嫩的，咸的，甜的，靠呀！帅，拢互你讲完。我今晚要。公公有病啊！公公有病怎样？我扫一下，啊，清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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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爷爷讲扫金，加二杯，好爽呀！扫金，没有啊，没有，叫好。我本来不是逼他。第二个咱无啥知，我无啥知，搁食一个。我输第二个，搁食一个，搁输一个。这啥味？你知无？啥啥？食只 potato。potato 就是番薯口嘛。potato 就是番薯口。什么叫番薯口？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啦，马铃薯。马铃薯去倒啦。你男这位食哟？嘿，我食加一个。哎，乱掺遐个西臭豆啊！遐你讲，你足无型个呢。哎，安尼歹看型，歹看型。哇！哇！有翻白眼，翻白眼哦。有输哦。娇兰足久无翻白眼啊。有输哦。有输哦。足久无安尼啊。你种感觉啥款？输，哎呦，不笑了。感觉啊！感觉嘞，哦，耶，good， 又。我啦，你也咸的，你也讲一个啦。对啊。你也咸啊，咸的。废话，你当然嘛咸的。对啊。嗯。敢袂伤咸？对。对哦。那这肉质啥款？肉质。肉质啊，什么肉质？歹势，我的肉质一堆。一家。歹势哦。这鸡肉。哎。算讲伊安尼浸了，啊，对吧？伊有烹料吼，有诶腌过，嗯，腌过以后吼，你看哦，真的是口感很好，口感不错，好吃啊，我吃的都嗨起来，吃的都嗨起来，看得出来，就欢喜，就中国人家舒服啊，真的 ，very good， 所以讲你刚刚只安尼一个 set 安尼话 ，set， 一个 set 多安尼话者，一个 set 多安尼话。哎呀，几头啊？几头哟，赚头几头？差不多要200。这道美味的西施烤鸡，吴敏的预估金额是28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260元哦。好，在进行完我们第一回合的这个料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段超级的美食特别企划。对，那当然，施老板呢，为了欢迎各位来宾的光临哦，他特别的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道非常独特，而且全台湾只有这边才吃得到的土耳其的料理。嘿嘿，瞧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看来这充满异国风味的土耳其料理也是挺合大家的口味呢。接下来进行美食特别企划，要推出的是更加顶级美味道地的土耳其料理。哇，等不及了，赶快去看看是什么厉害的菜吧。这个施老板呢，为了欢迎各位来宾的光临哦，他特别的为大家精心制作了一道，价值呢高达4500块钱，一整套的豪华土耳其烤全羊大餐。来，请我们的服务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烤全羊端上来好了。哇塞！
这什么东西啊？一大碗，一整只羊啊！可是呢，这个我们的来宾还不见得每个人都吃得到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进行一段的游戏，几个人可以享用到这个全羊大餐呢？我们五位来宾里面只有三位。好，获胜的三位可以吃到烤全羊大餐，所以有三位五分之三的机会了。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吸金大法呢，就是吸我们这个好像钱币的 Starbucks 这个钱币，有没有？吸的，比如说呢，天影呢吸给我，我吸给你。中间呢，如果呢我吸给这个娇兰姆，如果我掉了，就是我没吸好，所以说我就被淘汰啦。所以有五分之三的机会可以吃到了，对，好不好？就是这样子，那么简单。大家加油。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好不好？嗯，来，就位 ，Go。哇塞！你真的不怕人家陈先生从下面直接飞上来打你？也是哦，人家五。加油啊！没有压力啊！你不讲，我们没有想到。你是叫顾阿姨呀？要不？笑话笑什么？顾人，今天来拢无啥咧讲话，现在。你那不比我家开心？不然这样好了，好不好？那你帮我瞧一下，好不好？我瞧一下。好啊啦，麦克帮我把阿妈跟莎莎公主交换，让我两全其美。快八了。快一点啊，还快啦，来，我们做节目，我们专业玩游戏。你觉得我眼睛会乱看吗？会，看到了。快一点，塞进去这种，来吧，来。对，是这个小孩子，真的，年轻人不懂，快一点，眼睛闭起来。十五了。看小鬼精娇莱阿玛共舞忘年之恋，飞上来了，飞上来了，飞上来了！你说怎样？跟你讲，漂亮的树，阿妈家里来的，聚会，什么的，阿妈，国内猫，看吸金大法，阿边和莎莎竟然假戏真做 ，Go！好，那我输了嘛，好不好？好，这样小鬼，那我就退出了，好不好？我就退出了，好了。
那接下来从哪里？从沙拉公主那边吸过来。从你这边先开始吸啊。这样子过来。好了。慢球吸。你刚才判哪？快点呐！来看球，来来来，来 go。沙拉公主，你那哪叫吸啊？我来讲，沙拉公主那根本就不叫吸。对啊，沙拉公主这样，沙拉公主这样，对啊，那当然会掉啊，你就直接放在那边吸住，你要吸住，你要吸住，你还年轻，我跟你讲，对啊，如果你到焦太妈这个年纪，我就不讲了。对，说，讲的什么话 ？Go， 用力。丑啦，两个人都丑，对不对？重来，再一次。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先问当事人的感觉，我们先问男生好不好？来，我们镜头过来，走。请问一下，你觉得碰到的时候软不软？软不软？说啊！你把我脚都夹起来。不要录了。讲啊！哎呦哎！小心的啦，小心的呢。对啊，放心了。那问一下你们女生，哎，大公主，你觉得刚刚的感觉如何？不可以不要玩了吗？你不要怕，可以退通告吗？哎呦，不要这样，不要走了，没有关系。我怕得罪人。得罪谁？你是说《红楼梦》的大姐？放心啊，我们这只是玩游戏，都没有什么，对不对？还不小心的。对啊，哎，我刚刚我期待这一刻，我都期待不到哎。来，再一次，好了，你们认真一点嘛，好不好？我们都很认真啊，因为我们故意的。你要闹的，我哪里闹啊？你每次看都要触鼻你啊！好了，快一点，要。哦，你刚刚那个破口就很好解，太好了，今天不虚此行啊！来了，好来 ，Go， 好。知道对不对？你说大家可以算自己的话，是那个不建议叫人骂给我们。好，恭喜，再来一。恭喜傅建议、乌米和莎莎，可以享用到今天的土耳其烤全羊，真的是太幸福喽！哇，只有在土耳其才能看得到的道地烤全羊大餐，现在居然在台湾也能吃得到哎！它是用几个月大的小羔羊做成的，肉质软嫩，完全没有羊骚味，而且还可以直接用手扒来吃，真是让人大呼过瘾哦！好，我们恭喜呢三位女生呢，我们的傅天颖、焦兰妈还有我们莎莎能够享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烤全羊，它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山羊肉。好，目前来说在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只有这边吃得到而已。非常珍贵，而且相当稀少，价值很高。哎，你要知道，你要找到一个场地可以烤一只全羊。对，你要去哪里找？有那么大的烤箱吗？而且这时间要花很久，哎。对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火候要刚好，对不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好，所以我要请三位女士这个直接可以开始用我们的烤全羊。这要怎么吃啊？这要用手吗？还是？老板有交代，所以刚刚老板有交代，尽量是用手，用刀叉也可以。哦，才符合这个民族性的感觉。对，还有那个土耳其的 feel 嘛。哇哦。对，要从哪里拔？都可以啊。哇哦。大浪费。哇哦。我来，我来，帮你。哎，不是这样呢。哇哦。哎，你要 Q， 哎呦。哇。哦，你靠滚。你靠滚。卡修拉米，卡修拉米，哇！来这边有一个谁啊？谁啊？哎，这样子吃了。哇！这好像卡通影片在吃肉一样。卡通影片，飞机啊，起来，剩没有？这样来，两个，这样。哇！怎么样？念过经的哦。念好，够 Q 啊！肉怎么样？蛋啊，蛋，而且没有羊骚味是重点。哦，对，没有羊骚味啊。嗯，照理讲，这整盘放在这里，通常我会闻到一个骚味，对不对？没有。那
面烤肉的香味都有。没有讲，对啊，我不讲我还忘记，因为真的没有闻到。哎，我觉得他这边这家餐厅的秘密武器就是他那个土耳其的特殊香料。对，真的很香。那重点是他食材是新鲜的。要不要加一点柠檬汁？来来一点。哇，加油！哇，好卖哦！天哪，我看了好想吃哦，超好吃的！哇塞，嗯，流口水了，好香哦！那就是要这样吃才够豪迈，你知道吗？加柠檬好好吃哦！我相信，这个酸酸的味道，你看再加洋葱这里，哦，对，好吃好吃，真的。在座三位应该都没有这样吃过一只全羊啊，哦，没有，好棒哦！加洋葱更好吃，真的，加的就是棒哦！哎呀，好饿啊！黄龙生，小鬼怎么了？小鬼。黄文生，你是看到哪里在流口水？什么？羊啊，肚子饿。这，哇，全身是热哎。吃开了，你们。哎，最后。你们吃开了，这边是肋排。羊肋排。羊肋排。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哦！差不多太野蛮了。原住民会吃呢。真是。哦。哎，住民都是这样子吃的啦。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回合点赞。那现在我要这边宣布呢，我们的美食任务计划已经全部结束，谢谢大家。太过瘾了，真的太过瘾。太过瘾。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结束了第一回合的这个点赞程序哦。不过我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刚刚这个美食的这个特别企划呢，我们的烤全羊是我们的这个施老板呢，他特别哦千山万水跋山涉水去找到了一个食材，是非常非常的得来不易。那成本也很高了，所以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是4500块钱，必须要由我们五位来宾来分担这个费用。好，所以刚刚没有吃到的人，一样是要负担这个一个人要900块的一个费用。好，4500、5940，一个人就900嘞。对。所以呢，变成说你要待会呢把这个金额加在你待会的点菜金额里面，好，尽量能够抓一取我们的这个新的金额的越近越好了。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二回合的一个点菜，现在请开始点菜。好，所以首先先请问傅天颖，你想要点的第二道料理是什么菜？我想来一点不一样的，刚吃完肉。这样来点沙拉，恰恰克优格沙拉，名字好特别哦，恰恰克优格，恰恰克优格，恰恰克优格，柠檬卡拉纳，柠檬卡拉纳，卡拉纳，够了，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新娘汤，加土耳其烤饼。新娘汤应该是跟新娘有关嘛，对不对？所以我来点看看，应该还蛮特别。她当新娘，这样就够了。OK， 好。哎，那个什么，招食贝蒂烤羊啊 ，Josh Beatty 烤羊，招牌招牌贝蒂烤羊。哎呦，哎，搞掉吗？阿内哈，叫他妈的猪附身牛奶。哎，乱讲话啊你！我咧，还有搞，还有搞。好，我跟前面的都不要点一样，我要点一些特别的，所以我要点。你点什么？香草鸡肉。我要点香草鸡肉跟土耳其冰淇淋。你不是说跟我们不一样吗？就跟他一样。就你们不一样啊？啊，跟他一样的。真的吗？哦，好好。好啊。这样够了吗？够了。上菜，这道由小鬼所点的新娘汤加上土耳其烤饼也是一道经典的料理哦。哇塞，你看看那烤的蓬起来的表皮颜色均匀，酥酥脆脆，再加上黑白芝麻更增添饼皮烤过的香气哦。一撕开饼皮，
哇，那里却是十分的香软有嚼劲。这个时候再沾上一口风味十足的香浓新娘汤，一口吃下去可是幸福又满足哦。哎呦，哎呦，有气了，气球，跟气囊一样，哎，天啊！哎，吹吹一个洞，吹吹吹。我飞起来啦！味道好特别哦。哎呀。哇，你看它，你看它，哇，里面是空心的，哎呀，好可爱哦，很面膜是吗？阿丽，我在，阿娜，黑藤的多一家，兄弟们，哎呀，兄弟们，哎，熊伯勇啊，软公伯也不是啦，我啦，哎，问汤娘啦，哦，汤娘刚刚来的，是汤的多嘞，我啦，是啦，汤的多嘞，叫龙虾，你拿，你拿的没？阿丽吼，哇，哎，哎，它的汤好浓哎，哇。好浓哦！这个新娘汤好漂亮。对啊，质感质感，什么 feel 什么 feel？ 结婚喝的汤。结婚喝的汤是？喝的就要结婚了。哇哦！怎么样？什么口味？蔬菜蔬菜汤。蔬菜。觉得黄色有南瓜，很浓郁南瓜。嗯，好，应该还有香料迷迭香之类。今天都闻到香味了。还有红萝卜，很多。蔬菜都放在里面，那面包嘞？面包很香，咬起来软软的，然后而且中空的。哎，我看见那烧饼。有啊，有饼啊。对吧？哈，刚刚咱那个烧饼。我靠，也鲜甜哦。哦。哎呦，芝麻饼。好吃。对吧？好，不过想请问一下小鬼，你认为这道的这个料理，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呢？350好了。这份好吃的新娘汤以及烤饼，小鬼的预估金额是35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140元哦。这一道由吴敏所点的招牌贝蒂烤羊，是将特制的饼皮包住羊肉之后，一起放进烤箱炭烤，让饼皮也吸收了羊肉的香味。另外，在盘中再铺上土耳其人爱吃的特制酸奶。哇，你看看。羊肉蘸着酸奶一起入口，或者是加上特制的米饭，都是独一无二的美味哦。哇！加完了！哇塞！哇！爱心哦！哎！我对你表白哦！哎呦！摆盘很有心哦！对呀。可以刚刚吃是一整只羊，现在是羊的绞肉，羊的碎肉在里面。优格的感觉，感觉像优格。酸奶，酸奶，生的。招牌贝蒂烤羊的美味，是否会让吴敏再度翻白眼呢？土耳其牛蛙肉令众艺人大惊失色。哎呀！小鬼冒犯娇兰阿妈，被逼吞蛙头谢罪。阿咪啊，不是姜伟啊！酸奶，然后异国的感觉吗？无同哦，什么感觉？你讲啥？你家己你知影你讲啥无？我食到这多个，无食过这种口味的啦。哎，这饭吗？酸奶，旁边白色的是酸奶，然后中间是饭。哦，那饭。哎，饭安尼食，感觉伊那饭哦，讲是因迄个土耳其迄种的煮法。嘿，跟咱无同。你看我的表情。看你的表情。哦，你放屁啊！很多朋友心一个哦，有心一个哦，放屁啊！臭臭，有无？无啦，好食啦，这样子好食，好食，好食，因为食酸奶也促进那个胃肠蠕动啦，肠胃蠕动，胃肠蠕动，对，
哦耶！哦耶！哦耶！整晚啊，整晚哦耶 ！OK 的 ，OK 的 ，OK 的啦 ，No problem 的。对，吃完一整只羊又吃了这个。对，讲英文，这种感觉好像那种。恋爱的哦，初恋的，初恋双生的感觉，初恋的，舌吻，舌吻，你们是舌吻乱讲，哎呦，要喜欢，你这样要喜欢，你跟我舌吻，你喜欢死啊你啊，好讲哦，好讲，好，不过要喜欢这个叫来骂。这道让你有回到那种初恋感觉的这个招牌贝蒂烤羊，你认为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对，然后。哪里？这道口味独特的招牌贝蒂烤羊，吴敏的预估金额是32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300元哦。这道傅天颖所点的恰恰克 yogurt 沙拉，是使用小黄瓜、薄荷叶、蒜头以及其他特制佐料等制作而成。那酸酸咸咸的奇妙口感，吃一口就开胃，营养又健康，让怕胖的你也可以吃得没有负担哦。好想吃哦。可是现在很适合夏天的一道料理，清爽，冰的吗？是冰的，冰的，不是凉的，是冰的，好冷的，冷的。哇！哦，好像超好哎，舒服吗？怎么问人家舒服吗？透心凉膜啦，舒服啦。是五秀花生生的，有双双的，嗯。有点酸酸的，有点酸酸的，心情更苦啊！那超酸啊！然后果了，然后优格不然的，什么酸啊？优格是酸的吗？优格是酸的，优格本来就是酸的，原味的。我们在一般在便利商店买到那个优格有没有？那种是加料的，有加一些水果在里面。那它这个可能就真的有浴室的味道，哪有？异国的味道，异国的味道，异国的味道。你看这个。这个用来减肥真的是应该是很赞的，对，是哦，对，应该很健康啊，很健康，里面有黄瓜，没有什么负担。上面这个应该是迷迭香，迷魂哎，你们料来恐怖。这边想请问一下这个天颖哦，那你觉得这道酸酸的优格沙拉，你觉得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一小碗，99块。这道清新小品恰恰克优格沙拉，傅天颖的预估金额是99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85元哦。这道由阿斌和莎莎所点的香炒鸡肉，是使用平底锅将炒好的鸡肉、青椒等蔬菜加上白饭一起炖煮而成。哇，你看那热腾腾的鸡肉直冒着烟，配上独家的土耳其香料，一端上桌就香味四溢，令人口水直流露。稍加搅拌之后，吃一口满满的料和米饭，这满足的美味绝对让你久久无法忘怀哦！哇，好香哦！我觉得它那个香料的味道就好香，真的太香了啦！香草为什么要叫香草呢？因为它很香。哇哦！哦，这看起来好残忍哦！看起来好下饭哦！对啊，还本来叫叫，好嫩哦！看起来好下饭，肉质好嫩哦！天哪，我要配饭还有酱一起吃。哇，好幸福啊！因为我发现啊，我发现莎莎嘴巴放进去太烫，再拿出来，很下饭，而且好烫，好好吃哦，很有那个异国的感觉。而且它那个青椒也好吃，然后有一点辣辣的，不会辣，一点点，不会太辣。一米米而已，儿童也可以吃。你要加辣椒也可以，嗯，很好吃，真的。而且鸡肉好嫩，而且你看鸡肉白成这样子，嗯，这不是豆腐吗？受不了，是鸡肉，太嫩，好正点，好嫩哦，很好，很好，嗯，很好，很好吃，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酱也好好吃哦，这点。不过这边还是想请问一下阿斌跟莎莎，你们认为这一道的香草鸡肉，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300元。150。这道香喷喷的香草鸡肉，阿斌跟莎莎的预估金额分别是300和150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290元哦。这是我的。这是什么？布丁啊！啊，最后你刚刚有又点一个，对不对？卡拉娜。
就砍了啦。我一直以为是饮料呢。哇塞，它是布丁啊，布丁哎、欸，它也算是甜点的一种。好端哦，天啊！哇，而且它的看那样子有点像是豆花的感觉。对，对，哎，那跟它倒哎，这个黏哦，烧香嘞，哎，哇哦，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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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道？多味道。香槟呀，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表情好多层次、啊。酸酸的，对，真的真的，吃下去的时候有点酸酸的，结果又咬一咬又有点绵绵，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椰子粉，椰子粉，然后又有一点带酸，然后有点甜甜的，然后又绵绵的，然后又香香的，就有很多感觉，好妙哦。真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像布丁吗？口感比布丁来的粘稠。嗯，对。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做的、啊？它有点像奶酪。布丁哦，奶酪，有点像奶酪。奶酪。那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因为呢酸奶，应该是柠檬，因为它有加柠檬在里面。是柠檬。哎呦，是柠檬。哦，这个好，是柠檬啊，这很健康的，对，真的养生的。所以说它有个某个层面有点像爱玉的感觉，对，是这个植物上萃取下来的。好厉害哦！所以我刚刚就说那个感觉很多啊，对，所以就真的是有点酸，但有点是个特别的一个甜点。嗯，好，那请问夏天，你认为这一道的这个柠檬卡拉纳，它的预想金额是多少？应该是，好吧，还是一个吉祥数字，高咋嘎扣？是不是这样讲？99块啊？对。这一道酸酸甜甜的柠檬卡拉纳，富天影的预估金额是99元，而实际金额其实是90元哦。好，这个已经经过了两道点餐的程序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来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所有的用餐跟点餐的程序已经全部上菜结束。耶！确哈，我们的这个成绩呢，现在正在计算当中。不过呢，现在利用这样的一个结算各位消费总金额的同时啊，我们的主厨，我们的老板呢，施老板呢，他特别的推出本餐厅今日的这个主厨招待哦，哎，他要推出一道呢，这个惊为天人、轰动武林、惊动万高的一个非常独特、撼动人心的道地的一个风味料理，叫做呢库斯烤肉。想请问这个施老板，这个什么是库斯烤肉？哦，库斯烤肉就是我们土耳其到地中海旁边一道料理。是。那它是用整只的田鸡，下去腌制的，用香料下去腌制。对。这俗话说就是烤田蛙、牛蛙就对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赶快看一下这道库斯的一个烤肉，就是我们的牛蛙大餐，来请上菜。耶耶。在鲜亮的，而且它纹身好明显哦。好，其实这个两只牛蛙呢，它其实长得还蛮可爱的啦，有舌头而已。屁呀，长得还瞪着你。哎呀，这边刘根红。好，其实我想这道这个撼动人心的料理啊，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敢尝试，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吃得到了。待会呢会进行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游戏哦，我手上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骰盅，那么里面呢有三颗骰子。那三个骰子的这个加起来点数呢，最大是18点嘛。对。所以待会呢，每个人骰哈，只要里面的三颗骰子的点数超过12点的，好就可以不用吃。哦。所以只要超过十二点，三个骰子加起来超过12点就可以不用吃了。那还 OK 啊，那蛮。可是还有机会。不到12点的机会蛮高的，因为事实上你是1/3的机会会吃到这个牛蛙。你没有超过12点。有。只要12点以上，含12点就可以不用吃这个牛蛙大餐。好，那首先先从傅天颖来帮我们骰这个骰子。骰子而已啦，来，请骰骰子。加油！哎呀，这下紧张喽！点数没有超过12，就得吃牛蛙。到底谁会享用到这个牛蛙大餐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小鬼冒犯娇莱阿妈，被逼吞蛙头谢罪。阿明啊，你真系啊！哎，
来，请筛筛子。酷。你看你要，看你要做什么？加油！加油！看你要做什么法会。其实都还蛮深的，而且都切过，你懂我意思吗？现在是这个是一整只，哎，天哪，这个好恐怖哦！做什么事情要有头有尾，好想拉一下。水呀给呀，哇刷！哎呀，哥哥，好，啊痛痛痛痛痛！啊，好痛好痛啊！流血了，你从那流血滑了，你从那海边那边切下去。试试看口感怎么样？好嫩哦！其实这样切这样我就敢吃了，对，不看就是看到那一整只，你懂我意思吗？对啊，再加上这个塔塔酱，有没有？哎，对对，这样鸡肉啦。对啊，其实吃起来就像鸡肉嘛，就是水鸡嘛，水鸡的英文叫做 water chicken。哇，什么 feel？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它是比鸡肉还要就更尖。坚韧一点，没有那么容易咬断，比较 Q 啦，嗯，比较有咬劲，对不对？那因为它可能有在运动，对，就在游泳啊，所以说它的那个肉啊比较有弹性，对。好了，那不然这样，你切一块给傅店吃啊，好啊，切一块，你把它切掉嘛，切掉往嘴里面塞就好了。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老公的重要性了。你老公怎样重要？我老公可以帮我。怕什么？我又不是星星王，又出门要带着老公。这块你完全看不出来，真的真的，不对，这块 OK， 完全看不出来啊。沙拉弄点这个，对啊，你把它盖住了，不对，就把这个包起来。塔塔酱啊，对对对对对。好了，来，哎，呼吸声不要这么大，好吧？你喂它吃了，你喂它吃。它要哭了啦！要怕，来了，一口就好了，不会啦，刚刚小鬼都吃了。拿出也著名的个性，很厉害的。OK 了。他这样，水汪汪的眼睛这样看我，我好心疼。来啦，来，我帮他吃。你阿妈帮他吃，阿妈帮他吃，阿妈帮他吃。哎呀，对了嘛，阿妈帮他吃的话就要换一块了。你别安利啊！你别安利啊！我不要你，安利啊！我不要你，我
我改来。你在帮人加力嘞？耶，我改来。改来哦。假桃李呀。我假这個。我假的，假桃杀却无新名。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这边这边这边，好吃哦。不要，那卖过桃。嗯，人讲哦，假桃三分薄，但是真卖。谢谢大家竟然参加这个节目。哎呦，你打我后面快一点，快一点啊！我刚刚都忘记他了。对啊，再问他。喂。哎，不是不是。我想说，今天一个男生亲到我的嘴巴，我都没有让他负责。哦，是不是？亲到我就要负责，为什么你不用负责？哎，是你认真，你碰到我的。你很奇怪，你是你吸不好哎。你自己要过来的。好了，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明明就很开心。赶快啊！好，不能这样讲哎。哎，这样，说真的啊，你少输80块就好了。那你刚刚碰到人家，对不对？怕什么？我觉得你不要在那边乱讲啊，韩雪班长，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是是是。哎，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啊，你帮他吃一点点那个腿的部分，头他还是要吃。不要。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很公道？不是不是，兄弟，是很公道。不是不是啦，他吃到我的嘴巴嘛，那还有吃到嘴。不然这样好了，哎，不然给你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要么就吃头，要么就亲他，再亲一次。亲一下，不要，不要，那就吃头啊！好了，不要，快点啦，赶快吃啦，赶快吃一吃啦，愿赌服输啊，对不对？那你把我叉子拿走，我怎么吃？我要帮你弄。哎呀，我要帮你弄。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言辞，我觉得不舒服。怎么不舒服？那不舒服。他弄给你吃啊。哇！什么 feel？ 又一种 feel， 有没有像肌肉的感觉？嗯 ，Q Q。有没有像肌肉的感觉？好了，再来，再来，重头戏来了。我刚要吃头啦！我刚刚吃。哪没啊？你香没啊？是哪没啊？你香没啊？我做了什么？我两只手在那，我在看。你看我做什么？你看为什么在外面抢呀？你看，你看，你看，妈，你讲清楚啊！我没有，我哪有啊？妈，我不会吧？是的，是的。先听我讲，我现在，你刚刚，刚真的没有做什么啊？吃就好了。吃下去，吃下去就吃下去。还讲就好了。啊，自己吃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阿丁，好恐怖啊！要数一下，我自己拿。好可爱哦！哇，好恶啊！乖一点呐！哦，叫俺们乱讲，我要公布我给你安怎？我在那了，一直堵伊我家了。哎妈，你话我劲的哦！哎。我们叫他卖钱了，妈，我们叫他卖钱了。我嘛无吃饭。第一波，我有吃饭。快点啊！六毛，快点吃啦！快点啊！来啦，快点啦！软的，软的啦！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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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OK 啦 ，OK 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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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牛蛙大餐那个吃完之后，我这边要去跟大家宣布，我们今日主厨招待已经全部结束。我觉得今天主厨招待怪怪的。要招待嘛。好，那么现在要揭晓我们今天的这个总成绩了哈。那么今天我们五位来宾呢，总共点了14道菜，所有的用餐的总金额呢，总共是6905块钱。很贵。那不过现在呢，要依序来宣布一下今天的名次了哦。那第一名的金额跟限定金额只相差330块钱而已。嗯。可是呢，最后一名要买单的艺人呢，哈，跟我们的限定金额总共差了只有460块钱而已。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哈。OK。所以到底今天这个买单的艺人会是谁呢？又到了面对现实的一刻喽。
今天五位艺人分别享用了各式各样道地的土耳其风味料理，也消费了6905元的总金额。到底代替兵团，今夜谁来买单呢？那么首先我先从第二名开始宣布，今天第二名的艺人呢，本次用餐总金额呢是1360块钱，跟限定金额相差只有360块钱。我们恭喜今天得到第二名的艺人是，接下来我们的第三名哦，本次用餐金额呢是1365元，跟限定金额相差只有365块。我们恭喜今天得到第三名的艺人是，好，现在我们看到现场呢，还剩下最后三个人，像包含了小鬼、将来骂，还有我们莎莎。其中呢，一位是今天的第四名的艺人，那么其中一位呢是今天得到冠军的艺人。那相对的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帮所有人买单的艺人。我们常讲一句话了哦，狼哪呆。跨饼的灾啊！下面两位形容呆。那么到底今天在吃完这么多的美食料理之后，谁必须要付出这个惨痛的代价？叮叮叮叮叮叮，现场只剩下莎莎、吴敏跟小鬼喽。他们分别是今天的第四名、最后一名以及冠军。到底盖住兵团，今夜谁来买单呢？现在我先接着宣布今天的第四名，本次用餐总金额是1390元，比限定金额差了390块钱。让我们恭喜今天得到第四名的艺人是。现在最后留在现场的呢，是我们这次的冠军，还有最后一名。那我先宣布一下，我们这一次最后一名的用餐总金额呢是1460元，跟限定金额
足足差了460块钱。那么当然最后一名的这个艺人呢，要帮我们所有人买单了、啊。这个总金额总共是6905块钱。哇！那么到底今天我们要买单付钱的艺人呢是哪一位？我们请我们的施老板帮我们来宣布，今天到底最后一名必须要帮我们大家买单的艺人是哪一位？来，请施老板。今天我们最后一名必须要帮我们所有人买单的艺人是，哎呀，现在只剩下一脸严肃的小鬼，还有故作镇定的无名。他们一位是估价经验丰富的鬼灵精，另外一位则是闯荡演艺圈多年的前辈，实力看来难分轩轾。到底盖虎兵团今夜会是谁来买单呢？我们请我们的施老板帮我们宣布，今天到底最后一名必须要帮我们大家买单的艺人是哪一位？来，请施老板。今天我们最后一名必须要帮我们所有人买单的艺人是，交来嘛！耶！多谢交来嘛！一二三，谢谢交来嘛！不要紧，今日来个台中哦，我交来嘛是就爱尽地主之谊。哎呦哎！第一个来宾付钱付的那么的，阿妈真的认真好，哎呀，谢谢交来嘛！交来嘛买单，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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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